巨魔还在给压力，爆破果实下来一个手左一，他身上有一个冰枪的，先拉飞机，再一个催眠气泡也被躲，旁边中野过来了，这是 DM 的中野，感觉要被爆，这个位置辛德拉很好发挥，看一下这边推推到了三个，毛森二段踢踢过来，瞬间巨魔倒在地上，艾希的位置也不好，翻风也要逃不掉了，再打两个闪，这里还要再追，这个中野组合先一个 W 技能减速。垂直机发了自己的余震，但也坦不住，盲僧还在如影随形，想再去追，这波踢过去自己的血量也不太佳，辛德拉这一推没能成功的推到，刚刚以为他这边有机会蹲一下人，但是看到后面没有队友了，这里发条一个大招拉回来，小 C 小 C 的位置很差啊，下了一个英雄登场保护一下队友，但是可汗肉的飞起就进行一个闪现一技能，效果很差，盲僧一个大招一穿二，先带走了一个色提，同时串起了一个可汗，木子方这波想反打，林伟翔已经参战了，他一步一步往前滑，但是力子稍微有点远，杜云碧闪现给一个 Q 技能，先行收掉一波泰坦，双方要进行一波拉扯战了，看一下杜云碧和南拳的一波拉扯，狗熊一波技能打空，这里 EZ 一个精准的 Q 技能先收掉杜云碧，这波 EZ 马上要来一波收割战场，他现在比较灵活，可汗自己仗着皮糙肉厚帮助小天挡下后续的技能，这是典型的团战英雄，只要配合到一起伤害就可以拉得很高，勉强开泰坦吗？但是没有晕到 ，EQ 减速了一下，但是艾希的剑空了，这边开了一个响鬼式板甲，最后还是被贾斯收掉。正面女枪这边原地喊，但被巴德一个大招定在了原地。正面杀了一个假猴之后，大猴也是被嘲讽了回来。贾斯拿到这个人头，趁着正面开一个大招保护一下自己 ADC。有波狗熊的身上穿着王者板甲的绕后。跑的是很快，但是不太好找角度，反倒是奥恩想先进去开炮，奥恩已经率先被留了，可汗撞出来，泰坦瞬间被秒，哇，这个可汗太肉了，他居然一丝血还活了下来，战场被分割成两块，杜云碧在屏幕的左侧想去找芬芬，右边小薇，右边小天，一下下 A 到脑袋上，他打不过这个男枪，魔偶生气了，黄布拉斯先抢一下中路兵线，旁边有一个狗熊的绕后，他可能会去拍林伟翔，大招想去拍林伟翔，先拍出一个小天，自己率先被打残，皇子一个 EQ 接大招找出了林伟翔，再接一个英雄登场，林伟翔的位置并不是很好，他需要往后不停的拉扯，他还在输出，他居然活了下来，这个营业的输出相当高，一米哥已经踩到了后排，再挤一个铁爪抓了一个小 C， 直接打了一波大团灭，